校长，各位长官，各位来宾，各位校友，各位学弟妹们，大家早。我是鹤翔建设公司负责人杨博士，今天很荣幸能够受邀回到学校来参加我们40周年的校庆。目前公司成立于到现在差不多16年，那我们公司目前设立在埔尾镇林芝路2段435号，大家如果有从公司经过的话，欢迎进来喝杯茶。那这边跟各位学弟们报告一下，鹤翔建设从成立到现在，在整个我们一线县县的房屋大概有2000多户，整个总营业大概100多亿。那今年我们公司的案量大部分是集中在埔尾、还有朵兰以及土库。那土库这边的话，就在土库国中的对面，目前有一批真美学，还有整个土库国中周遭大概有200户左右。那今天很高兴能够回来参加这个校庆，要说成就也不敢讲，但是以自己本身的一些经验跟各位学弟们互相勉励一下。就是说当年我是从69年从我们土库三公的建筑科毕业，那也很幸运的能够学以致用，在整个建筑相关行业这边来服务。那踏入社会以后，一直不断的努力学习与自然，所以稍有小成。那要感谢我们学校的教导。那另外在这边要跟各位同学互相鼓励讲的话，就是说在校的3年，大家好好的读书，不管你未来是继续升学或者是就业，一定要放下自己的身段，不断的学习成长，才能够面对整个所有危机的处理能力。就像我们建筑业来讲，在前几年所发生的容积的损失，建筑科的同学大概都知道，这是一个容积的问题。那再来就是由我们整个天灾的九二一地震，还有我们的整个金融海啸以及政党的轮替，这些打击在整个台湾地区来讲，所有建商应该有80%都倒闭比较多。那今天我们能够幸存下来，也非常的幸运，所有人更加的珍惜。所以在这边，跟各位同学勉励一下，学习成长是我们所需要的。那最后我们敬祝我们学校校运昌隆，校庆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